是福音。上次采莲子的时候，在这个田里看到有好多田螺，今天来把它捡回去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有好多了。这种小田螺，哎呀，可能还没出来吧。我觉得上次看到好多的，今天来都没看到了。这里也有好多脚印啊，可能也有别人来捡。好多脚印，给了，好像是给人家捡过了，就只捡了这么点。我们去下面的田看一下吧。上次看到好多的嘞，应该不止这么肥，就是给人家捡掉了。我们去那下面的田看看有没有。这个不是我们家的田，禾苗已经很高了，就不下去了。这里有个禾苗太高了，看不见。哎，这还捡了一个大的。算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就捡了这些。还有几个福寿螺，拿回去给鸭子吃。禾苗太高了，看不到了。带着莲子回去。